湛蓝浩瀚的太平洋，光芒四射的太马里曙光，原本应该游客如织的铁花村市集，如今因为全国三级防疫，让出外打拼的游子无法返乡跟家人团聚过端午。我的家人住在台东，那今年端午我留在台北，那就是透过视讯跟妈妈联系，那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能让一家人平安的团聚，因为真的很想念台东的好山好水。为了希望民众共体时间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台东县政府推出暖心台东电子端午贺卡，民众只要到暖心台东端午活动网站，就可以使用贺卡跟家人或朋友送祝福。动动手指，用电子贺卡，表达你的心意，相信家人能感受到你对他们的想念。电子贺卡可以客制化，有池上知名景点博朗大道，今年主题热气球、 Kitty 猫，还有多良车站的海景等可供选择，一推出就吸引近万人上网使用。新唐人演的电视廖丽芬，台湾台东报道。